事情说出来。禀报包大人，你女当天在小燕姐姐房间里听到阵阵叫声，我就赶紧去抬一抬了。
平常给我订舞台，也不想讲你。安静！李牛，两个证人都说都是你犯案，你要怎么办？而且我在现场也发现一个证物。香蕉皮一枚，你说这不是一种暗示吗？啊，不是。还有，我还发现另外东西，传证物二。这个是你行凶的凶器吧，李牛？不是啊，红马人。等一下，这个凶器有黄色的龙。我看这个案子改日再审，退堂。六月雪不见了。